有音乐，我要听的，一直忍不住要笑。老年人，那要不你哭吧，下次不许笑。不演。为什么我没看到你们两个跑出来？因为我们俩学习啊。他连体婴，我撞他脸上了。这给我打到了，快递是吧？嗯，没有快递，完了，这我个都往板子就这这样边扔交了，还的。刺刀下巴哦。加哇，这饭，个人还秀。赶快点外卖。这个人还他喵的在这里造手电，造完手电压脚步反走，你还跟狗搁这秀，你是真秀啊，小老弟。怎么这么秀啊？嗯，我去地下室了，我躲着救他。好，我在大房里休息。完了，他放弟弟了。对，你能不能救他了？我想救，但是他这个明显就是要回防针对了。我操！你他妈的跟个鬼一样的，他发现我了。香水滴死！什么？这是什么配件？我要救他，我要救他，只有我能救，你不要来，我救救救。我吃了一刀，你刚好救下的。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用来刺刀的。这人被他挂在里面守住了，好像是专门挂着钩子守他。这个是透视的气场的东西是吧？没有，我就是单纯喜欢空间，我就很喜欢他。之前大概玩了很久很久，后面没什么可以就是带的东西了，就不怎么玩了。他就是帅，没别的，很帅，只是略微比你差一点。这不地下室了？真的吗？哦。好烦，他想踢我机子。这波我又是来刺刀的。那个凤鸣也在边上。刺刀，哎呦！没有定心丸，我还以为定心丸呢。哎，刚才我不是看可以救下来吗？不着急，不，你就管理自己就行。我们两个在这里修机。我也在修机啊。我都刺刀了，我差不多了，该去了。妈的，这一波好伤，白老板还被他吓了。他弟弟都流血流死了，弟弟太难了。喵喵说的太真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睡醒来的，然后我听到这个声音，我要笑死了。手势又没用，我们只要卡好两个人过去就满血的，只要能到沟下，就能把这个人救下来。完了，他们又来了。
你接着修，你接着修，你接着修，我知道，你接着修。我的修机，除了长刀以外就是修机。接着修就行，在叠杀戮了，硬叠这位置。为什么不能订阅？因为还没有订阅的那个模式，还没有完成任务。我操！我没刚出来。但是他能走，再远一点，小伙子。还要完成任务。我被踢了。对，业余直播间。转不走，只能再白发。嗯，差不多吧。我在这里修建的大房的另外一边修80了，差不多。空丁出了长刀就是修机，他太难了，这么帅也没用啊。要亮了啊！哎，这里就是门，我去哪里？亮机这里就是门啊。OK。嗯，是老年人说的。有道理。快发电！我直接走了，那个人应该知道吧？那人应该不会去给我砍刀了吧？我走了。有吗？这个是第二把宝。哥哥。哥哥。嗯，黄头发的哥哥。修大房间，听语音彩蛋，喵喵，是不是你一直在反复点听？你说来。妈打脚，我操！带的是那个打脚套装，可以多听几次吧，喵喵。完了，这里要吃一波压迫了。不追了，他打脚，我跟你说要秒人的，要秒人，要秒人的。输了，这必带的是无赖套装，封窗，给我吓死了！真的，他带了封窗呢。队友一人再修一台。操，这东西手起斯莱可猛了，我跟你说。跑，快跑！把飞刀举起来就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有飞针调查也没用，直接跑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在跑了。这个老凶了，我跟你说。他局座给关里边了，我。你看那局座一瞬间就快被嘎了。温钻一绝版，刚才真是。不过我下不下吧，局座也要下的，但是区别就在于我是恩钻一绝版，
局座是应该下班，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他追谁啊？追我啊！可以救，可以救。我把局座救下来，让他。对对，我照了他两次，他瞎了。 要不然去，快跑快跑！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跟他近身，近身他直接顶板拒绝博弈的话，很消耗资源，到后期就打不了了。完了，又来了。没了没了没了。离这个人危远，离他危险了，离你远一点。操了他妈的！不要近身，不要近身。 看这个电机修不成了。算了，我换一台电机修吧。好了，他丢不到我了。完了，卡模了。 但是我看到你的条已经往下坠了。哎呀，这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是我掉了吗？嗯，哥哥。